沉重，因你而加倍的感动。 My baby, my baby, you baby, you baby, 让我多去下一些沿路感受，感受那将会是我最美最好的收获。要先好好干，大叔。飞吃那个吗？这么早就吃火锅？飞吃这么好？飞吃火锅？还没到饭点。在重庆非吃不可。在重庆非吃不可的火锅。大家好。好。你好。你好。人员们今天心情如何呢？非常好。非常好。对，好。要吃火锅。在吃火锅嘛？吃火锅的准备。对。啊，新的挑战又开始了。之前听大家说，对于代金券这个东西感到了疲惫。对。分享自己计划自一起开始的旅程。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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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。那么，既然我们很普遍的暗示来自于干饭，本次挑战就全程不用不来开心。好，吃一期吗？难道吃一期？吃一期，比谁吃的多是吗？早上吃的晚，是比谁吃的多。我们这一次挑战是全部的成员一起来经营火锅店。啊啊！经营？对啊，吃火锅吗？吃火锅吗？我们给干垮了，憋死！给他名誉干垮了。现在宣布任务目标。可不可以提高最低消费价值？简单 ，Oh my god， 三四桌都一千元以下，不但不能消费，其中不包括大家雇佣原有店员的净利润两千，还有他们，还有雇佣，还有雇佣，这样给钱，那不浪费钱吗？那要扣钱。如果成员们挑战成功，我们下一期的旅程计划就可以由大家自主。哦，好。我说那不成功呢？不成功呢？爬山呢？不可能不成功。我也操，肯定不成功的我们。哎呀，太有意思了，干垮他！正义兴隆，财源广进，一步一步创造新奇迹。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。就是我们之前都没有就是营业过这种东西，既然我们要经营这个店，那我觉得我们应该先给这个店要起名字。对，大家有什么想法？飞锅，飞哥，怎么样嘛？这可以吗？这个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飞哥，飞哥，那就这个。飞哥，普通话的飞哥，重庆话的飞哥。口号。来干嘛？别人来吃嘛，进门我们肯定要喊个口号，要有气势。哦，欢迎光临，就相当于这个电讯。啊，可以。口号，飞哥飞哥，飞哥，你真了不得。嘿，哎，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可以，飞哥。那就我们直接念吧，飞哥，你真了不得，嘿，可以的，可以，那就这个，我们想法，职业，我们要分配，先分配，哎，有老板吗？职业呢？有那种只数钱就行的吗？账房，不动手的那种。老师有哪些职业呀？我飞哥。啊？这可以指定吗？可以。最后三名没有选择权。我这份还不如不成。
分。啊，那我怎么一样的呢？并列第一。啊，你们三个好像当时是一对的。白手起家，差一分。白手起家，白手。从负五加一百。张哲宇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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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好。45。至少有选择权。岳兰15。啊，15。差距有点大。张继左0。零。张俊豪。啊！不分不。张俊豪还是不来。叫揽客，就招财猫，就欢迎光临飞哥火锅。然后是大，我也是大堂经理，我也是大堂经理。哎呀，我要炸酥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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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切现炸，现切现炸。然后是水花操作员，荤菜备菜员，什么意思？就肉嘛，负责荤菜，负责肉类的，就搞那个肥牛啊那些东西应该是。哦。然后是大主菜的，大主。哦。哦。你切切白菜。素菜还好，切切白菜，然后洗洗。青菜。开始决定自己要。那分高的你选，来吧，秦子，你们选吧。分高的先。你已经没有选择权利。我也是。分高的。我也差不多吧。我已经只能备选了。来吧，行，你们先选，你们谁的剪刀布？那他们谁剪刀布？剪刀布，耶，啊，都剪刀布，你们都有剪刀布。我觉得吧，大堂清洁工欢迎。我什么水吧吧？水吧，哦，他就是打了秃噜的目的。哎呀，小心思，就想喝，对，就是。对不对？很简单的一个思想，对不对？既然唯一能偷喝东西的水方面起来了，那我就去素菜区看着你们打过。你啃白菜是吧？啊，我就啃白菜。我给我备两个东北大酱，蘸着吃。我分了吧。你等我们这么猛？你怎么不可加？你怎么不炸酥肉？勇气可嘉。那个。第三位决定。第三位啊。啊。就接着你们换个位置。哎。毫无选择权。我呀。你决定谁？我就近原则吧。既然你跟苏超在一起，你就跟他一起弄荤菜吧。哦，好的，就是你坐你好的床，然后我让他送过去。他帮我们服务员的，祝你好运。对，我就负责把这个牌递给你，负责把梅克德尝递给他。对，他杀鹅，你杀牛。好吃。还有谁？张俊豪，左豪，二选一，死亡二选一，左豪，选个好点的，不要那种什么扫厕所、厕所所长什么清洁工，清洁工，大堂清洁工，咱就去迎宾吧，可以，哎，迎宾，借一步说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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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张俊豪，客气，大堂。大堂服务员，哎，服务员工，哦，那还好，还好，还好，那你就端个菜，还行，还行，你给他们烧肉，是的，朱志新，朱先，我，朱金，还剩什么？还剩服务员，还剩厕所所长，服务员，经理，扫厕所，酥肉，服务员，素菜和酥肉，酥肉我还算了吧，我怕。炸了一大坨送过去，炸了一头猪。服务员嘛，服务员。我，你炸酥肉，蔬菜。是我怕把自己给崩哭了。那我也要服务员吧。下一个，走。还有素菜和酥肉。那这样一说，我才中噻。他肯定没得选。那酥肉呢？酥肉。那你就只能被迫素菜，被迫素菜。没事，你跟我的，没关系。一会儿可能白菜再给你啃。你们两个可能掰不动，你们俩一起掰。好，我们已经分好了。那么我们这边呢，有一些部分的这些队员，大家好。
NPC 还有你说对这个词儿可以啊，还有小菜的首先是我们的账房啊，账房对啊，哎，这个要支付的工资呢是200块，然后是我们的后厨两位我们都有后厨吗？然后这两位的工资每500，120，为什么呀？住房工资怎么高点呢？两个人二百，折。200不行，我走了，真的就不跟你讲，我去别人家我也可以干。200就200，真的。200，去别人家我照样干。你们两个小时2000。好，要激进。还有一个什么？专门负责给大家上下锅底的。啊。啊，不是他们不需要，我们自己上锅，不需要服务员的吗？朱雨欣可以的，能省就省。朱雨欣看，对你这个价格是确定吧？够。哎，还是给你用一个。来，这里是我们的价格表，彩蛋，哎，我们可以改吗？可乐5块，水币10块，下滑6万，摊位费1人600，单斤按张收费，折到下滑50。买个那个幸运转盘。那个幸运转盘1/4都是12人，满1000减1块，消费低于1000打骨折。踩的这个地，我们就要擦，擦就有人工费，你踩一脚5块钱。那个板凳200一把，那你就站着吃。我们有500的放分区，400以上。400以上再开始打折。400以上，400到500打折。500、1000这样。满500。400到500打折，500到1000又是一个折扣，就2种折扣，400到500一个，500到1000一个。我这种4人桌，你们大概能吃多少钱吗？我们都不知道，我比较大。4人就200-300吧，300。上次吃了2600。哪次？哦，那次虾滑了。对。可以，就满200，就比如送个水呀，完满300送个肉啊什么的，完满400就打个折的那种。哇，这样，你想嘛，比如说我们每一桌平均就是差不多是200多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一层有9桌，连我们这个消费额都赚不回来，我们假如说有1000，1800赚不回来嘛？那如果。我们每个人每桌他的那个至少说吃300块钱，然后再打折，300块钱我们保底就至少组出4人吃嘛，是200，我们保底就2700了，那就300了。那差不多就300以上的时候就可以打折了，对，所以300以下就不能打折呀。就300块钱的话送小吃，然后400的话就是500打折，500左右。对，你可以400之后送个肉，然后500就能打折，500打折。因为你这个300到500区间太大了，就比如他点了380几，你可以引他，你说你可以再点一个，我们可以送一个肉，我们400块钱可以送个肉，对，对，300就是在这儿，400就是在这儿，500就打折。对，买200元，买大合唱，是不是？大合唱就大合唱，就员工大合唱。啊，用手一个慢动作。用手做做慢动作重播，哦，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，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，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成长的烦恼算什么？去拿吗？我帮你拿，你去拿吧。就是一完成当日鲜菜的购买，二买回后需要加工处理，学习如何加工处理。三划分负责的区域范围和整体的服务流程。四学习一下虾滑和丸子。五学会开启瓶器。还有这个素菜购买清单。用嘴。一平菇、蘑菇、香菇和金针菇。各购买一定的量，然后冬瓜3个，南瓜2个，藕5个，方竹笋3个，白萝卜2个，白萝卜两个，白萝卜两个。火锅店，来，请采购组允许你们的现金。我来。我也想看，你看100，多少？哎呀，还有几张红的。这些素菜就这么多，不用完。对呀。哎呦，哇。
那好辣的节奏。哎呦！哎，马东一款，你藏了一下。没有。哎，我们要买。哎呦，就差不多三百，就买这些。对。就买这些，就买这些。这个不是。一款。这个。哇，四百！哇，都这么大！哇，真是。这钱是上期所有朋友的捐献，这个是我们的钱呢。我以为是你们，我以为你们这么慷慨大方。加起来484。哎，对了，收的钱我们给你们买好吃的。好，反正都是自己的钱。可以。好。那我们两个零还能在后面多加两个零呢？对啊，八亿。好，来，我们的后厨组需完成任务，学习如何炸酥肉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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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鸭肠、毛肚、千层肚、孜然、荤菜摆盘、什么素菜处理、羊肉、西西、鸭肠、素菜处理、毛肚、千层肚、鸭肠。鸭肠是那种……哎，老师摆盘我们自己摆吗？对。下面的冰一定要做厚，冰一定要看起来很厚，看起来很厚，一层一层的冰，哎，不是吗？这么大一盘那么厚的冰，都清楚了吗？清楚了，清楚了。白龙，那我们就开始进行的投币。好，走着，炸酥肉，走，加油，走着，砍菜，后牙疼去。走，干活去，买白萝卜，干活去，买白萝卜。走，那我坐后边。走吧，挤一挤。再看一下咱们的清单吧。猪肉10斤。啊？这是什么呢？羊肉20斤。100斤的。牛肉50斤。然后。恐龙蛋4个，鸵鸟蛋6个，那加油吧！能买到？有买过菜吗？买过呀。啊？砍价小天才。我没买过。我也是。我没买过。我也没买过。你们不觉得今天的菜单有点什么特别的地方？全胡萝卜、蔬菜、胡萝卜，全是素菜，全是素菜。就那个胡萝卜挺特别的。素菜啊？对啊，我感觉这里面。哎，不是说，你想全是素菜，素菜的话，素菜是不是很贵？这么多钱？但是他们那里已经有肉了呀。素菜贵吗？就他们那里就有。刚才看到他们那有肉了呀。素菜贵吗？素菜不贵吧？应该这不简单。那不然那不然素菜一斤50。那个卖菜摊就是托。对，卖菜摊肯定是托。比如说一什么大白菜什么50啊，一个西红柿50啊。一会儿卖菜的就是我们的司机师傅。啊。但是还有一个特点，你们没有发现吗？什么？看一下。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隐藏的，比如什么手这个什么藏头啊、藏尾啊。屏东南藕方白。算了，没。这啊，亮个。我不是那个迎宾吗？荤菜购买清单。荤菜购买清单呢？自己找。荤菜没有购买清单。什么意思？自己找。这有什么特点吗？你拿打火，拿打火机烧一下，看它会不会出现其他的阵容。看一下这个呀，这虾滑和丸子，那有丸子就得买肉是吧？虾滑和丸子我没有买吗？他没说，他只说学习。对呀、啊。看看车上有没有什么限制。车上应该不会呀。我觉得不简单。可能到了那个地方，咱们就知道了。这线索挺明显。安全服。就是那个地方很危险，我们就在深海里买菜。啊，南瓜和冬瓜分给你，然后平菇、蘑菇、金针菇分给我。我白萝卜，我要。我白萝卜、南瓜可以。我要白萝卜，我们一人一个嘛。行。平菇、蘑菇、金针菇给我，剩下的给你们。对，白萝卜我们两个一人一个。你想想，你这么大，对吧？你这么大一个。对，你可以拿动啊。你可以扛3个呀。你这么大，这么高。3个。对啊。南瓜3个还是？平菇我来拿。平菇、蘑菇、金针菇，我来拿吧。菇类我不来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呢，要教大家一个生活小阴招，生活小妙招。在那个做菜的时候，会遇到烦恼，就是不知道洗手该怎么洗。今天我木某人来教你。首先，你需要打开你的水龙头，然后等水流出来，然后再洗一下。我再关掉，然后再洗。
会像这样，然后再这么搓揉，用我们幼儿园教的十步揉搓法，将它每个都洗一遍，然后觉得可以的为止。真正的厨师上场了，咱绕一边边。要放哪个呢？嗯，你先把竹篮调好。调好。哦，这种姜要切成什么样子呢？你别玩了，你别玩。姜要切成什么样子呢？示范一个。丝儿。丝儿再一起。哦。然后再切成。哦，我好像懂了，就像切葱一样。差不多。这个厚度要不要太厚啊？一看就是没切过的。我切过，你不要乱说。我只是切得很慢。你确定切姜是这么切？那不是，就跟切蒜差不多吗？好大呀！我可以做饭，可以做饭。嗯。来吧，你试一下吧，我感觉自己不行。哇，一看就是。一看就是没做过饭的，一看就是上得天堂下得厨房的居家好男生。我倒要看看你能秀出什么花样。可以吗？跟我有的比两下子。观众朋友们，把公屏打在刀法好上。把公屏打在刀法好上。对，你不懂这精髓。哎，就这样。把放在里面。要放多少啊？大概？哦，就切多少放多少。嗯。差不多。然后呢？只要青还是只要黄还是全都要？是全部倒吗？你妈！只要我相信光，我就能把它搬起来。倒多少？感受到了，是吧？你好没有？这一次要倒多少油？这个可以了吧？你看那个油往上面冲。我把这个洗一下嘛。对，把这些都洗。好酸。哦，好。垃圾放哪？他都买我好多棉，一下就把皮全取下来了。哎呀，好，是将你放啊！拿尘是吗？对不起，太过了，是太了。你今天不是出过事吗？现在你知道这个。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？谁来教我？压成那个那丝。我来教你，我来教你。啊，还黄是吧？我戴两只手套，我就戴了一只手套。这么多油，下面为什么要剥呢？剥我们要把这些包了。老师，这一根啊。哎呀，这是发芽的，这个是。这个看起来还好。哇，它这种奇怪的手感，你捏上去呢，还有那种，就这样。看着大师给你们露一手。往前面秀。先把这个剥开。你好聪明呐。对呀，本来就是对吧？哎。你好啊，这剪子
这个为啥简单呢？你看它只要撕就行。撕毛肚啊？对，就这样。毛肚长这样子啊？哦，那个牙可以拆呀。你看就这样。可以这种操作。哦，高级！老师，这是什么奇特的构造？老师，这应该是连接大肠。这里，哎，我们又搞这两个蔬菜吗？哎，就几包蒜吗？啊！再串一个牛啊！这一般是猪头蔬菜，这不是猪子啊？哎，我们就几包蒜吗？应该是。这都清楚了。我这戴了手套都不敢弄，我真的。你看。哎，万一有人吃我们的火锅食物中毒了怎么办？啊啊！那咱们得……老师，这个这是鸭肠还是鹅肠？鹅肠。咱们得好那个哟。这有点滑，这个。Hello, we're coming. Hello, Mataro. Hello, Mataro. Hello, Mataro. Mataro. 去哪边？应该下面吧？应该在下面。在哪儿啊？哦，这儿。美人赚农超。这啥呀？一会儿跟老板说，老板这里要拆迁。你把东西给我了，穿着衣服跟老板说拆迁。他这个好 swag 呀。他这个好帅，真的帅。一人穿一会儿吧，我已经看到。一会儿给你买个镜子。哦，有了，这就有了。我们已经有目标了。哇，这个是，这菜市场。拆迁，拆迁。看一下这个清单。这是真的传统。我们直接开始买吧，有点菇类哈。可以直接开始买了吗？我们。这能量是多少？评估菇类。评估在哪儿？评估长什么样？有评估。评估就是差不多。评估就是上面很大一个头，下面、这个、下面那个比、哦、我知道了这个这是杏鲍菇，这个哇，这个吗？买多少啊？不对，这不是评估吧？一般都买多少吗？我们吃火锅，这是吃火锅鱼的，这好像不是评估。哎，去火锅店里面来猜一个，他们卖好多。对，这好像不是评估啊，三块，就是火锅店他们采购一般都买多少的？啊，看你人多一点。还是多买点吧，多买点吧。这好像不是苹果，这两个都是香菇吗？那要喝一杯了。啊，我记得苹果是那种上面圆圆的，下面那种吗？那买吧，买这些够不够？我这个吗？只能用这个，有点懒的。那香菇多买点吧，给它清空了吧。就这一篮大概多少钱？对，陈三要不要找我？嗯，先沉吧。先扔吧，一杯应该够。我看看清单。不是，你要考虑咱们这两个小时有没有这么多人喜欢吃这个东西。对，我说车这么多够吗？你们觉得金针菇要拿多少？金针菇差不多。就拿这一捆吧。就拿这一捆够不够？我觉得有点。拿两捆吧。拿两捆。我觉得真的，就拿这些撑了吧。那所谓的蘑菇呢？这个是蘑菇吗？那是香菇。啊，这个是香菇。这个是蘑菇。这蘑菇种类太多了，还要拿点这个。10块叫10块。10块叫5块的单。我怎么看不懂呢？白雪菇那个是。啊，5块13块。你怎么知道啊？写着的。哦。18块。等会儿，我们还有哪？说那个是蘑菇吗？这是火锅里算的蘑菇吗？那个是啥子菇？这个是鸡菇，这个是香菇。用香菇，不你们盛那的吗？没吃香菇。那盛点儿了，盛点儿了。那个10块到9块。香菇应该是苹果，那个是香菇。我去找这个白萝卜。一会儿我跟你去吧。走，我们两个一会儿就方便了。你们拿一点资金给我们。拿100够吗？够。走，真的吗？那我们先去那边转了。可以。买多少啊？我感觉祖豪觉得很多呢哟。我觉得这些应该够了，我觉得。好多钱呢？1斤多。16。你再刷2块钱。啊，16。
可以。还要买吗？那香菇也要买呀。多少钱？34。讲点价吧。那讲点价，肯定要讲点价。叔叔，我们交个朋友，交个朋友。30嘛，30。交个朋友30。只赚几块钱。这样吧，三十四。35。34。我给你低价啦，没有。35。主要是我们一会儿还要买其他东西，可能这钱也不太够。30嘛，30嘛。啥的？不行。你看我们买这么多了都。不行。那。都35。好吗？34嘛。35。我只有30了，你。哪里白？该给我。来吧，好吧，35。就怕一会儿真的走不去。谢谢。还要去买蘑菇先。陈家这个。哎，白萝卜。哎，这南瓜这儿有，冬瓜这儿有啊。啊。我们。两个。两个够不有？写的两个的嘛。啊，好。写的两个。来吧。冬瓜几个？你帮我们称下，冬瓜是3个，南瓜2个。老南瓜有几点？南瓜2个不分，要老的还是要年轻的？那就拿老的吧。老的那个啊？2个。2个很大哟。没事，打可以。关键是这个价格。多少？15块是？我不知道是。那个鱼的姐姐。31块。不是那个。93块啊。买一个。刚刚的萝卜好多钱呢？45块吧。刚刚的萝卜好多钱？52。五十嘛，50亏不嘛？我们2块不能差。哦，你便宜一下嘛。没钱。姐姐，你便宜点嘛，姐姐。这个不能便宜了，2块不能便宜。你解决手头的是不是？啊，好嘛。哎，是不是要找竹子心儿啊？找竹子心儿吧，一会儿再拿过去吧。那冬瓜呀？冬瓜只有花一斤，老师。冬瓜。8块吧。这个呢，就交给竹子心吧。拿着，我们再去买。这什么？拿100块来，拿100块来。你把这个拿着。两个就是。你把这个拿着，还把哎，你把这个给我们吧，你把这个给我们。你们俩买吗？走。哎，你们都买了。你们买了什么？我白萝卜已经买好了。买了。白萝卜买好了。哦，放竹笋，我们再去看。我们放竹笋，我们去买。行，那我们就去搞。我们去搞定瓜。3个冬瓜。讲点价。3个冬1个，3个冬瓜1个南瓜，3个冬1个南。3冬1南。现在这个冬瓜也太大了吧。摘哪个南瓜？我真的觉得冬瓜太大了。冬瓜哪里嘛？哎，人家帮我们称下那个冬瓜嘛。3个。要一个冬瓜啊？要一个。3个。3个。冬瓜的那个那个老好难得捞。没事，我们有方法。那个油是不？你还称个冬瓜嘛？还称个冬瓜？那个很重。好多钱嘛？那个给你算3块5，我们就买的10块。那个34斤左右。一共好多钱？100多。119。119.7，120嘛。那里都是几角，是不是？115嘛，便宜点嘛。120.46，160嘛，可以。可以便宜点嘛？165嘛，再给你便宜1块嘛，可以噻。好嘛。165，是这样的吗？我刚才没听。165，是这样的。100，加一个那个好的。40几。46，160，哎对。行。好，谢。哦。什么哈？也太重了。哎。哦。Oh my god！ 啊。这啥呀？我感觉抱个孩子都比这个轻。30斤啊，34几斤，
张德云，张德云，张德云。我感觉这个没有刚才那个新鲜的。我看一下，看看看这家。啊，写在一起。五块钱，五块一斤。那你全帮我称上。帮我称五节吗？五节。它要五根吗？这要五节吗？啊。五节肉就五个吗？六块钱。17.17吗？15吗？15对不对？行吗？高高，15。主要是我们也买了那么多东西，我们在别的地方。我们拿钱不够了，15。没好多钱的。15。写价。给你5块钱，慢点。便宜了2块。可以，谢谢。哎，那先问问，方竹笋有没有？哥哥，你们这有方竹笋吗？方竹笋。哥哥，你们方竹笋。没有啊。没得啊。谢谢。啊，谢谢。讲了2块钱。赔了2块。2块钱。方竹笋问一下，方竹笋问一下吧，我问一下这个，啊，有没有方竹笋？方竹笋没有。哦，谢谢。哦，谢谢。这里。原来你买的还没方竹笋。方给你吃的，这是方竹笋。我们哪个买豆腐的？对，只有买豆腐。拿点，拿点。哦，谢谢。谢谢。哦，这个好像是，这是方竹笋吗？这它有三个。哎，我们要三个，就是拿三根就行吗？可以，随便你拿几根。就三个。一夹。我也没手。什么鬼？什么鬼？等一下，这边夹，我捋一下。这什么东西啊？120，一个120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哎，爽，帮个忙。我以为怎么100能全买下来。等一下。一个120。等一下，一个好多钱？120。你们是不是被坑了哟？没有，没有。30斤还是50斤？要三个，长一点的，长一点，大一点的。黄豪不买。不买，黄龙，不买。让他帮我们撒哈啊！请下。哎，他不，我给钱。还有藕呢，这还有两。我买了。还有两个，这玩意儿怎么办？还有两个。还有两个。这个一个多少钱？冬瓜三个。一个120。是不是我们买到大的了？太大了呀！我们是不是买到大的了？这叫啥？4块7吗？这个不讲了，这讲了不好意思。走，我们去砍冬瓜去。就我一个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这肠子还打结了，我真的。啊，这只要把牙去了就行了。这啥呀？对，这样的。这样，你最好把里面那层皮卸了。嗯。不行了噻，宋一浩。这对我来说太简单了，只不过是植物的问题，所以我没有帮你分担。好，我找到了。你没了。做了半天，做好那么几个。信号来了。喂，让他们大声来教教你。啊，我知道怎么弄的。啊，你会哈，你会哈。哎，这个，哇。哇，这手感，是你弄了吗？没有，这外面这一圈我都没有弄。哇，洗歪歪的。啊哈哈！这边毫不受干扰。哇。我这大蒜皮这么厚吗？哦，苏一浩，你看那个怎么了？哎，是正常，我那个还固体呢，我这个，我那刚才那个。看的，
咱们直接用这个吧。兄弟们，现场拍一包蒜，拍照了。拍蒜，你要把中间那个芽去了。耶、yeah. ，这没芽，这一个。来来，你要看，你要看。每个都有芽，这个里面，全部发芽了。好了，我不带了。哎呦，这个牙好那个呀，苏香真硬刚啊，太麻烦了，主要是。啊！完了，我手都黄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我还好，其实。哇，这个好长啊！哎，太累了，这个车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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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把胎倒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以为你两个啥？对不起。没关系。这是弄过的，你看，苏香，你刚弄过的，我刚弄过的，你弄过的放中间这里，这个这个地方。哦，腰也好痛。我看看。有点痛。啊，好累啊，这个切的。来吃一口。这个，还有这么多，哦，舒服，这有点难剪啊，这个。没听错吧你？不是我也不知道。你看着，你看我切这个，你想流口水？不是，我是看我这个，我想流口水。我是恶心的，想流口水。哦！我在看。糖那边是香，我们那边是臭。啊，我这边好冰啊！我们是又冰又臭。还有水，还是你打的什么会甜？前面那种牙的就是甜的了，你有点冤点。到有的时候冤点。哎呀，怕什么？没怕什么。来转个早，转点早行，慢点丢。啊，懂了。你越是丢得快，越长的，你身上你丢慢点那都。哦。啊，慢慢的再练。好好好，放。你转两下路，放下两下，那不会转的。丢慢点，那都比较会转。我懂了。爱里茉莉的圈圈，这种多久才把它捞出来啊？等它变黄再。将酥肉炸至两面金黄。好好吃，将酥肉炸至两面金黄，炸好了叫我。好，哎，给我吃吧。啊，你拿走。来，酥肉，酥肉。啊，你们这边。要下到湖里马鱼。啊。哇哇哈哈，那是什么？对不起对不起，小男孩儿这边边小，要不要小？
我来货，要保持它的新鲜。把钱砸一砸出来嘛。我觉得吧，虽然样子不咋地，但看起来很美。所谓看人要看内在。下一个，嗯，我感觉那个比较短。这个要炸至两面金黄吗？炸起来的香肠。你试试有没有感觉？你试试有没有什么香？什么事？你试试是这么搏一搏，它有没有什么香？没有。是这么把它露起来这么抖吗？还是？你露起来把它，没有上山，继续。刮干净点，我做事儿你放心了呀。你看白白净净的嘛，哎呀，看到没得嘛，白白净净的给它好好嘛。完了，哎呀我天！来，我洗一下说。我这猫头好烦呐，还在吃水。啊啊！哈哈！别，给我洗好。别，让。我警告你。哎呀，苏志恒，又地上了。啊，不要好动。哎呀，不要动啊！我衣服上了。你别切这么厚。藕片就是要厚的嘛，但又不是土萝卜片，对吧？嗯。那你帮我切。对。哎呀，歪了。哎，哎，老师，那个藕是要切厚点吗？切薄点哦。哎，我那个刀法好嘛，洗刀。呀，往前推，一片就出来了。好小，再来切刀，推一片儿，哇，连五片都。我那个就是我哎，我那个吃火锅，我都不知道自己吃的是鹅肠还是鸭肠。我也不知道，我感觉都一样。我感觉我自己吃的好像是鸭肠，你看这颜色有点像。好东西。啊，我小指抽筋了。哦，哇。哇、哦、好痛。哎呦，小吃店开业了，有没有人来抢购？小吃店开业了，开业了，开业了。来来来来来，你是我们的第一个顾客。我开业。嗯，好吃。干了，干了，我也吃吃。啊，先洗洗洗，把这个把这个，啊，算了，不打开。还是全掉。还可以啊，你莫说。哎，我吃，我吃。哎呀，哎呀，这样子。哇 ，very good， 真的好吃这个。Good。我想看看你们这边先干嘛？啥玩意儿？就鸭肠。哦，断了。鹅肠，鹅肠里面含有固体。哇。哇，你拿着，然后我把它捋一下。哎，你给我留点鱼。
花生酱。花生酱。花生好吃，但不知道白糖好不好吃。于大师教你们一招。你慢点，你慢点。百分之百营业额五千，绝对飙升，好吗？你洗没有掉？这个多了的怎么办呢？活了才。哦，也好。别切了，别切了。对，他们那个采购组搞完了吗？他们那个采购组。采肉组，采购组哦，还早。我刚问了，他们说还没完，他们还没完。哎，我刚问的那个工作人员。哎呀，好慢，太慢了。哎，他们好轻松啊，他们就看、买、付钱，我们还要清理便便，还差蘑菇和两个冬瓜。先买蘑菇嘛。蘑菇，冬瓜太累了，先买蘑菇啊。先买蘑菇，先买蘑菇，你先，哎，或者，等一下，或者你先，哎，你先放你那边吧，我来搬，我来搬，34斤，34斤，快赶上我一半了，这冬瓜。阿姨，你们这还有蘑菇吗？蘑菇吗？啊。应该果是火的果，年轻那点。他卖完了，在那里的。那怎么办？没完了，没用了，没完了，超市回去把它切了三个，加起来应该有那么多，走吧。那厨房都还差。蘑菇。这菜得先放在外面吧。往外面走。你手吧。哇！走了，稳住！别人冲了哈，你别被人家抱走了。哇，这个冬瓜！你们冬瓜回去就切了三段吗？对啊。对。应该也没人吃那么多冬瓜。对啊。基本都是衣服了。没那个都咋子？开火锅店。我这以前这个顶多跟这个差不多，这个太大了，左航买这个。对。所以我们还是就其实这个已经算三个的量了。什么？啊。